如果你一个人用 WiFi 的话呢，就代表是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网络的问题，也就是个人的问题。如果大家一起用 WiFi， 那就是游戏的问题，也就是一个公平没有问题啊，游戏的部分啊，所以要怪就怪自己。兄弟有话说，这一期选到的留言就是来自于耄耋好兄弟的。上一期的影片里面呢，我们就有提到说频道会员的事情嘛，没错，对。而这一期呢，耄耋好兄弟啊就说加入了会员过后啊，就想得到新英雄哦。但其实我们没有权限去送英雄给别人的哦。对啦，因为这一切呢都是由官方亲自寄送的。没有错，就比如讲抽皮肤啊那一些啊，都是官方想要送才叫我们去做直播或者影片的啊。然后我们在当中选出几位好兄弟之后，就由官方来寄送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包括我们每个月的游戏更新消息，没错啊，都是由官方给我们第一手消息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第一手消息做成影片，再让更多兄弟们知道的，没有错的啊。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多更新的消息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了，没错，对，不想错过还要打开小铃铛的，对了，对了。嘿、hey, 兄弟，我是个午饭，我是 Blan， 今天玩什么？今天来双人狂野生死斗，哇，终于来到双人的环节了啊！对了，这个开场还开到有点陌生的感觉，有点陌生，因为我们一段时间、真的是一段时间了没有玩过双人了，没有错、今天终于兴致勃勃啊，拿起了手机，没错啊，开启了电脑，然后就录制这个双人的影片了，好不好？那这里我们的布兰今天打算玩什么英雄？今天我想来一个他被重新改造了的达利尔。达利尔啊，达利尔是不错啦，但是虽然讲他的武装是有点飞飞这样，没错，但是伤害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的，只是讲那角度要调到美，他可以打到比较高一点的伤害了、更多的时候是在没有攻击的时候硬硬打一点，就当做是你的第四下普攻这样子。没错，虽然没有这样通啦。对啦对啦，像接下来有一个近战型了吗？一个刺客型的英雄。对，我就来一个火箭哥。哦，骚扰型的英雄。对啦对啦，但是他现在有这个武装配件过后啊，他的自保能力其实也不错了的。哦，可以变成一个比较调皮的骚扰型英雄。对啦对啦，好啦，这样子你一个近打，我们一个远射，那我就试下看这个安全中心的地图啦。对，这个地图它也是比较多，都是一个硬一个软，不是应该讲一个硬，然后一个射程比较远的英雄，互相做搭配，这样子玩起来会比较顺一点的。好吧，这样子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来吧，直接中间走 ，Go go， 往上走，往下走。哪玩我们再出来哪，我们自己的玩六级。二三，我要教你教是我啊，教两个吧，这么不停。小辣椒，放来近身战吧，小辣椒。我会骗你，骗我，不要这样嘞，布里摩。哎呀呀，科尔特，科尔特。你要被怎样样？有一个乌鸦在顶着我，可以，但是应该还好。还有一个箱子，是哈，但是乌鸦顶着我，不知道。跳跳，哎呀，吵吵吵，我又死了。需要追我的朋友吗？给我一个血先啊！回一个血，血一个血，回一个血。一个比尔在这一边。这群人那全部打我们是吗？不不不！卡在那个位置死掉，哎，但是居然卡在那个位置死掉。我刚卡在那，他开掉那一个洞那里面，然后白白吃了很多下的大招。来呀、啊，这个能量我都，我跟你讲。必得，是必得，势在必得啊！我们必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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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乌鸦不可以射在背后了。啊！队友死掉了，他这个非常的惨，不要再见了。可以啊，收人家背后了，挑了我那么久啊！啊，可以，杀掉了，可再见了。往上走，哇，江头可特这局，对，没有，两个队友都可特乌鸦，你上面是可特碧鹅是吗？可特碧鹅，对，到手上就可特了。对，现在就剩可特乌鸦了。对，这乌鸦够够强了，刚才用过一次碧鹅。我是有武装啊，但是我用完了。耶！大招下，哇哈！现在就路过的乌鸦不见了。一二三，三个箱子，四个八个一样走进去里面。没错啊，冒险，去冒险，冒险一番先。自从火箭有了这个武装配件过后，特别嚣张了吧？还可以去冒险了。哼，为什么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畏惧？啊，还有一个波哥跑过来。射他，射他，射他，跳起来，再射他！饥饿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杀杀杀！我要死了！
可以完美。吉恩，你不要嚣张啊，吉恩。他找想拉我，想拉我，撞他一下是不是。哦，可以，好才哦。哎呦，这个火箭准备打我了吗？来啊，来啊，来火箭，火箭，我硬是要捡啊，是这样的火箭。要射过来了啊！准备大你啊！对啊，再见啊！挑了降九十斤，哎，收来一下，可以，我再减一个能量。吉恩，来啊！吉恩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我告诉你，这次我们不要给他生物苗，直接就要把他维持，直接收掉。耶，可以，干得漂亮！这两个小熊看到吗？看到了，我直接去。小心啊！对。太嚣张了！对对对，我们太嚣张了！熊熊熊，上面一个熊帽，去！我看到，滚他！再见了，小熊！耶、yeah, ，手电好大招，用掉了刚才。耶、yeah, ，漂亮！来，现在我们打最后一个队伍。哇、哦！哎哎哎！不喝了，你不喝了！我的武装转着，转着，转着！哇哦！一二三个。Go go！ 哎，上面又有一个，上面交给你，大哥往中间去，可以啊，看你讲表演啦、啊。现在我会拿到两级给你，一二三、啊，就算罗莎讲捡了一个，捡了一个，哈哈，这边一个科尔特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可以吗？有一个科尔特在那边，小小只，射，嘿，射。可以吗？那个躲着的我在等着。哎呀，给他发现了。可以哦，这家伙。可以哦，哪里有人？喂喂喂喂，这个丢臭鸡蛋了。嗯。怎样怎样？我杀掉一个杰西了，他放慢我了，所以我有可能会被他那个东西打死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杀掉了。哦，我还死掉了，哎、死掉了。你来你来你来，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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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要抢，我就是霸道女巫中你真好怪刺杀我，应该不敢拿二级的他，我跟你讲，哦啊，进去回个血线，可以的，啊，那佩妮，哎呀，真的敢哦，你要什么鬼胆量来的？你真的敢哦，你真的敢哦，啊。现在我们就要找佩妮了，这次我们现在我重新刷个大招出来先。哎，找到罗莎了，找到罗莎了，搞笑！哎呀，一下两下，可是中了两枪，要死了！多一枪给，多一枪给！哦吼！甲级在尝试围前来，但是我们不允许。我回个血，回个血，我这里可能要死哦！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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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啊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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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罗莎 win 了，造就了罗莎，这个捡漏王，捡漏王。畜生鬼为了捡漏王，那他队友是那个李阳，哇，罗莎，很来，很来，很来，我怕你进来，耶、yeah, ，成功听到了，我怕你大招下，收，耶、yeah, yeah, ，完美，一二三，三个往中间去，对，外面有两个，我拿外面先呢。OK， 好，我们留着一个小兵来做复活，来做复活啊！对了，所以你现在我一定死了啦，工厂，我没有死的话怎么办？啊、没有死的话我们就很丢。嗯，不是这样子讲的。现在我们要出来看这有没有人。哎，莫提，这里还有一个莫提，好多莫提莫提，来啊莫提！啊，刚不是很凶了？啊，莫提，你不是很凶了吗？乌鸦，你来乌鸦。去哪去？哎呀哎呀乌鸦，凶凶凶，可以耶、yeah, 他刚刚到了、啊、麦克斯麦克斯是是是是，还有可特啊，可特是墙壁，这边一下，这边一下，再一下，上面一个饥饿大招，还有一把射他一下，耶、yeah, 射不到，来怎么怎样了？你那边给人围着，但是我还蛮，哎，还没有死，还没有死。你看到我吗？你看到我吗？啊！哦，可惜他们也看到了。没问题，乌鸦的毒啊！如果不是我，应该可以在那边躲一段时间。嘣！麦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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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个麦克斯，哇！这个麦克斯，他跟着走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不应该的。
把他吃多了，把他剪完他，剪完他。你小心啊，他应该趁着虚弱的时候欠。我没有虚弱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一直都是虚弱的状态。哦、oh. ，我根本不怕这个虚弱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哎耶！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抢啊抢啊，你抢啊你抢！我踢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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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咦，我怎么东西有点卡了？你有红罐罐吗？我一定有的嘛，大家一起来的嘛。啊，我们不可以因为输呢，我就怪红 WiFi 了，没错，这种是小屁孩才做的事情来的。如果你一个人红 WiFi 的话呢，就代表是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网络的问题，也就是个人的问题。如果大家一起红 WiFi， 那就是游戏的问题，也就是个公屏没有问题。哦，游戏的部分啊，所以要怪就怪自己。是这样讲吗？那我不知道。虽然讲有时候大家一起卡的时候生气，游戏体验不好啦，但是有时候就哦还没讲。一个两个三个，哎呀，可以，中间虽然只有两个，但是依然要前进，没错，对了啊，而我就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就是执着这边、啊、执着的火箭哥。勇敢，勇敢，要往好的方面想啊，勇敢的火箭哥。咦，可以，我很刺激哦。呀，我就是要，对，我就是要，我就是要，我就是要，可以了，我们五级了，兄弟，这乌鸦在穷追不舍。感觉他很可怜吧？哎嗨，我比较可怜哦，他射得好长哦。没有意思啊，我在外面看他这样子。我都想我很好哦，但是我很怕哦。等一下，是的，耶、yeah, ，小弟过来了。现在我又继续找回我失去的箱子，我还没有拿到，在最左边。射甲机，射甲机，啊，射爆你们！来来来，射爆你们！过来，那边有能量，但是我不敢离你太远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 go go go！ 啊，我们先慢慢一步步过来，左边还有一个能量。走走走，你去捡先。啊啊，这位。去去去来 ，OK， 小弟进去小便，大哥在外面你看水。OK， 现在我们又回到我们当初共第几级了？对了，这边这边里面有人，甲基加波克，可以，甲基你不要嚣张啊！啊，波克你也不要嚣张啊！他们的基因看起来是最嚣张的。嗯，小心这边有人。对，哦，有两兄弟啊，你们啊，拉裤子兄弟，拉裤子兄弟哦，可以。哎哎，他推我去杀 PT 了。要怎么做呢？讲究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